我是不是应该自动远程他？我到处打电话，我看是否还有车票，想尽快回到妈妈身边。9月15日，那是他出发的日子，我却没有勇气传个简讯给他。车票都卖完了，一张都没有。我已经2年没有见过妈妈了。9月15日终于来临，我鼓起勇气来到了机场。有一个好心人愿意把2张车票让给我和姐姐，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在人头村的机场，我看到了他。在巴士车上，心想：妈妈，你一定要等我们。他缓缓地走向登机闸门，我是否应该上前去见他？阿姨说：妈妈刚走。妈，我回来了。妈妈紧闭的双眼缓缓流下一滴泪。他头也不回地走进登机闸门，我却没有上前去见他。Neighbor uncle got ambulance sent her to hospital. No one at home, only me and sir. My mom died last year. Sir only have one boy and one girl. All not here, far, far away in USA, Australia. So I wait.老太婆，你在呀？你不是已经走了？我是已经走远了，回头看你没跟上来，结果又要我倒回来找你，你好像还没有好好的跟我说再见。是啊，当时我忙着开会，我以为我会来得及。嗨，都过去了。老太婆，我真的很想念你，很想你。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约定过要到美国去看我们的孙子，儿子说要带我们去看大峡谷，去看自由女神，还有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一起去旅行过。老头子，你太忙了，是应该歇一歇了。Me? The sisters I see so old, so not working.But last time, sir, every da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No rest. I have rest Sunday, but sir, no rest. Oh, 我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吗？爸，你真的是很过分，你是忙到变糊涂了吗？发什么脾气？我每天那么辛苦工作，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老的，今天是妹妹的毕业典礼。你忘了？是今天吗？可我明明记得是下个星期啊。爸，你眼里只有工作，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忘了我的毕业典礼了。从我们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到中学，到现在高中毕业，你有哪一次记得出席我的毕业典礼？我毕业典礼的照片永远都是3缺1，没有办法的全家福。对不起，爸爸补偿你，请你吃大餐，你最喜欢吃。爸，我只有一次高中毕业典礼，你错过就是错过了，没什么好补偿的。Sir, your father now in hospital. Doctor asked you and your sister to come home now. Also very sick.是你，老蔡，你怎么这么有闲情坐在这里晒太阳？昨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就不要推一下来了。每次想约你喝咖啡，你总说下一次下一次，这次啊终于不用等下一次了。是啊，
哎，对了，你有老黄的消息吗？他是不是换了电话号码呀？电话总是打不通啊。老黄，你不知道吗？上个月癌症复发走了。我记得当时有通知你，可是你好像没有看简讯。走了？可能是我忙得漏看简讯了。他什么时候患癌的？我怎么不知道啊？老黄患癌是2年前的事儿。你太忙了，每次我们要约你，你总说下一次下一次，这一次是真的没有下一次了。还好这次我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老朋友了，要道别是真的舍不得呀。都来不及了，他的一本书还在我那。世事难料，相聚要趁早啊。我和米少打算在12月12日举行婚礼。儿子，你要结婚？好的，你是忙婚了。儿子已经跟米少拍拖3年了，还不结婚？你什么时候开始拍拖的？我怎么不知道？你继续忙呀，有一天孙子出事了，你都不知道。爸，说定了，12月12日你可是我的证婚人，不要临时又有什么重要会议缺席了。当然不会了，我儿子结婚是大事。哎，儿子已经是大人了。你忘了，儿子已经28岁了。28岁，米西 ，Actually, I cannot stay for too long. Next week, my son in Philippines is getting married. I'm so happy. I don't see my son very, very long. Now, sorry, hospital.I don't know if I can go back or not. I want to see my son Larry.今天是你儿子15岁的生日，他请了朋友来家里开 party 庆生。啊，你忘了儿子的生日？爸，爸，我的生日礼物呢？我的生日礼物呢？你爸刚下飞机，你要爸爸先休息一下，礼物等一下再给你。你先去招呼你的朋友。哦，好吧，那我先出去了。爸，不要忘了我的生日礼物啊！哎呀，我现在去哪里给他找礼物啊？我以为这个月是5月。现在已经7月了。7月。那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在6月，已经过了。天哪，我又错过了。你已经错过很多年了，今天要错过是不出奇的。老婆，你不要这样子说。这一次我特意买了一只手表，打算在结婚纪念日当天给你一个 surprise。 surprise， 你看看好不好看？好看好看。我帮你戴上吧。哎，等一下，这只表是男女通用的吧？是啊。这样吧，你把这只表当做生日礼物送给儿子，我相信他会喜欢的。可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没有可是了。你已经错过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不要再错过儿子的生日了，快拿去送给他吧。老婆，我再去买一只表给你。要到岸也要来得及哦，今年的已经错过了，明年吧，如果你还记得。哎，米西，米西 They're so sick nowSon and daughter must take aeroplane to come here first. Then I can go back to Philippines. Mom, 姐，我来了。你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妈，我是阿明，你儿子，你不认得我了？阿明？没有，阿明很小而已，他胖嘟嘟的，很可爱，哪里像你？你到底是谁？你是骗子，骗子，家里是个骗子。姐，妈的失智越来越严重了。你一年才来看爸爸几次？他不认得你是应该的。是我。母亲节你在澳洲回不来，妈妈的生日你在纽约不能来，爸爸的忌日你……哎，我忘了你在哪里，反正你是没有来。你曾经是他最宝贝的儿子，现在连妈妈都会忘记你。我知道是我不好。妈妈年纪大了，她能够记得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你要趁她可能还记得你的时候多来看看她吧。阿明，你回来了，你刚放学，我做了心形三文治，你快点来吃。妈，我已经不喜欢吃心形三文治了。你最喜欢吃的，特别是用草莓做成的那颗心。那颗心。妈，对不起。总有一天，妈妈离开我们。我希望那天你能好好跟他老人家道别，让他知道他最宝贝的儿子就陪在他身边。醒了，我起了。你们，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医院。你家跌倒，撞到头部，已经昏迷3天了。是女佣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才赶来的。女佣呢？我们回来了，就让女佣回到菲律宾老家去了。她刚好赶得及出席她儿子的婚礼。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你妈妈。爸。今天是妈的忌日，你是要和小杰去买花了。等会儿。忌日？你妈生前，我一直忘了结婚纪念日。现在她的忌日，我又没有去看她。对了，我昏迷前手边有拿着一个盒子，盒子呢？爸，你才刚醒，不可以乱动，我来帮你找。是不是这个？对对，就是这个盒子。爸，是一只手表。这只手表是我买来纪念我们结婚45周年的。爸，你先好好休息吧，医生马上要来给你做检查了。护士，护士，哥，等我一下。老太婆，我没有忘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